大概一场，他们在台上练了五次之久，他们都这么忙吗？为了我们这个，你看他们敬业精神那么感动，啊，小弟也听了100遍以上，啊，大家坐在这个教会里不同吗？刚刚那个就在亮我前途之剑，那是很正念心的，就是很有默契，不是一练就会的，他们都已经博士硕士的，怎么还练五次这个？啊，所以这是而且。小五十里面，由钢琴跟第二小提琴。
声的时候，钢琴跟第二小提琴又拉了出来，再比较一点点。第二章叫悲歌，以最认